下减换拿法，就是控制到对方的腕的根部，用往下成为下弧画弧，这种往下减的时候要往自己的脚的根部，手与足相合，要往外去，而产生了离心力，动用才能够得到。对方你手向我胸部击来或头部击来，我同时以扣腕相接，行，然后迅非常迅速的向下旋转，两个拇指要扣住对方的中指和食指间，中指和无名指间，拿内手心中指两个中指扣在对方掌心的部位，然后小指要卡住对方腕横纹的部位，向下画弧啊，对方已经打过来叫倒地，我想让他倒地可以，我用七打可以，我用对手直接用他的手击出也可以。那么这种方法关键的是要想制服对方，可以不用打击的方法，要用打击的方法那就非常用非常严厉的手法啊。这种手法就是左侧与右侧都是同时可以用啊，可以不向后边撤步，接手后手直接向下，就是奔自己脚前脚掌的这个部位，做到手与足合。在对方失控的情况下，我可以打击啊，可以用踢弹踢弹走啊，就把对方的头给踢出去。那么这个种方法就是说，我向下的时候我用他的手往他的脚是对方的脚相合也是可以的，但是要迅速，就手一卷就让对方下去。那么这会儿你要控制对方的腿和对方的手，就是他的咸鱼这个手，这个目的就是你下边可以用打法，可以用把对方制服是吧，都可以。但是这种我觉得擒拿的方法要比打法更温柔一些，就是制服对方是吧，只是制服就可以了是吧，只是制服那么就可以了，但是对对方并没有造成过大的伤害，左手右手都可以啊。对手过来以后你直接用他的手就击他，击他的颈部，击他的头部都可以。你要想把他摔出去的话，要是往下，然后要搁在肩部肩颈这个部位，然后用力外推啊，把人摔出去。下转腕拉法这种擒拿主要是在下减腕擒拿的基础上啊，把对方呢推出去，而达到这个更好的这个目的。他的手法是与下减腕握住的对方手法是相同的，只在拉的过程中一定要向背部向外侧拉，如果向我的左侧下方进行牵拉，那么对方的左手就可以打击我啊，我一拉的同时那么这个就失败了。所以在擒拿的过程中一定要考虑到以擒拿保护自己的这个啊部位啊，我用背部
那么对方的手哎拉的时候打我的时候我已经就牵拉啊。那么这个呢用下弧的方式使它的重心降低，背部牵拉啊。那么这是摔的时候，如果进行擒拿的话是吧，我用下卷腕的手法背部向自己啊脚重心相合，在对方跌倒的时候瞬间啊要控制住，我刀是吧，可以这样可以把他的腕关节手关节都可以脱位。如果你用的非常的迅速，非常迅速，转掰下卷，那么这样的话啊就把对方完全控制住，用力一掰去扭转就可以把对方的腕关节脱臼。肘关节在弯曲的时候腕关节已经达到极限，那么突然前推后拉改变方向，就把对方的肘关节可以脱节。所以练习的时候要注意这种擒拿的时候往外下卷都要注意不选择，他的左手和右手是同时的都可以。那么这侧拉的时候对方就可以用右手来打击我，如果用对侧手的那首先要封住对方是吧，然后再进行肘拉他压控制住对方，然后再进行下卷，卷的时候这个手不要松开，始终就要擒拿，擒拿住向下旋，就控制住不能让他再起来啊，可以脚可以打，所以一定要控制这个腕关节的这个让它不能转化向外翻，就不能再起来啊。所以这个蹬的时候下点腕拉啊，要向一是背部，背部拉控制对方这会儿你看他的腕关节就可以脱臼，肘关节第二脱臼，第一个脱臼的就是他的腕关节啊，可以把对方制服。外缠腕法是指一种反擒拿的方法，也是我们在应用的过程中是吧使用技法让对方抓住我的手腕，如果在对方我主动进攻，我可以引诱对方的出手，对方的牵拉的时候我就可以上步按住对方的指关节用掌心，然后往外缠，缠手的过程中有一个下压的向内，所以说缠丝劲啊，才能然后向回把对方就完全控制住啊。那么这种缠拿缠拿擒拿我们不能做这种半成品擒拿啊，这样是不可以的啊。面对正方啊，控制住对方的脚和手啊，你自己的手不要伸出去，要回来回到自己的中心位置下卷啊。那么这成为这种擒拿方法是能够充分的控制住对方的手和脚，一切都控制在我的手中啊，我可以用各种方法啊击打对方。
擒拿重点就是要掌针按住对方指部，抓住对方四指的根部，就是说指根的部位，用力扣压，向回还原啊，就是说我们向下有一种螺旋的向下缠丝劲啊，来了啊。如果没有缠丝劲，只是这样的擒拿啊，用压肘，这都不能成功，就不能控制住对方的腿，对方的腿踹我可以打击我，如果试试对方往下侧身的话，那我的擒拿就失败。所以必须有一个向下外旋的缠丝劲，使对方既不能动脚也不能动手，是吧，失去了抵抗的能力，这即成为外旋式擒拿。所以说不光是缠，而且是有一种下旋的力才能够控制对方，这个容易把对方的腕关节的外侧扭上，是吧，对。所以练拳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对这个动作还可以制服对方。如果对方主动突击我啊，接手对方抓住我的时候是吧，交腕，那么我就可以引诱对方，在推手的过程中我让他去抓我，就是说我给你机会让你抓住，然后抓住瞬间不要让对方知道我的意图，我上回带对方有可能要击出我，如果击出的时候我就撤步啊，迅速转手来进行擒拿。那么这种拿法应用在打法上呢，我们用这腿法可以用这种腿法踢啊，不用很小的力量就能控制住对方，如果对方想站起来啊，我一卷就可以把对方控制住，往前去我就让你往后倒，控制住对方完全在于四指的手法。内弹擒拿这种手法与外弹擒拿是相对的，那么外弹的手法是指着我与对方的一侧的手，但是同侧的手相接就要用内弹。这是外弹，如果对方就同侧的手抓住我向外分，那么这时候我迅速以右手按住对方四指紧贴我的小臂腕部，手同时收回离自己的重心的近，在这时候迅速的转动手掌下切，由这个食指来导向指向对方脚的尖的位置，迅速向下啊，这样就能控制住这对方的进路，使之跌倒或者增加打击啊。那这样的话对方他就要用出手，推手的时候也是一样啊，对方一握住我就引进，使对方的力臂加大，而我力臂缩短，
这样就改变了力的对比。在接近我自己身体重心的时候，迅速地按住对方手指向内收转，啊，这个在应用的时候就是要有一个特别向下啊，那对方握住我，我的右手一定要封住对方的右手啊，在这同时你肘部压住对方的手臂，使右手画圆向我左手贴近，同时握住啊，要加大力量，就是不让对方的手离开我，然后内转手指指向对方的脚尖儿，啊，这种擒拿以后固定，脚可以踢，踢快啊，打是都可以的。他还是做了一个打的前期的准备工作。倒肘拿是自己属于我。本身主动擒拿的一种方法，倒肘是指包对方的肘，是吧？我抓住对方的时候，是吧？用抓法，然后要侧躲开他的手的打击，上抱，是吧？用我自己的手抓住我自己的腕部。然后就是太极拳里面所讲的收劲，就在收，收以后他到这位置的时候我又可以打击了。比如说我还想下一步的擒拿，那我就转把他撂倒啊，那使之失去平衡，是吧？那么这个称为就是对于我来讲就是右抱肘，是吧？抱肘抱臂要合，你收劲当着打出啊，左右抱臂的擒拿，是吧？就是在应用的时候啊，左抱臂是对方抓住我或者我抓住对方都可以，是吧？我抓住我自己的手臂腕部，要用力啊，在这个时候上手就抓住腕部的手要用力收，肘部和肩部都要用力收向回，一收的时候啊就要把他这个腕部和肘部啊，然后可以用肘击啊，将其击倒，是吧？也可以在同时就是在扳肘的过程中提踢，是吧？这样正好就打击对方的胸部。在练习左和右的抱肘擒拿的时候，要求有一个转换的过程，这转与换就是在他手，是吧？我假如对方力大，我可以不拿，我转换，就这样啊，就属于变手了，啊。由这个位置转化到，我走到他的肩部的时候，我要内收，我把对方推倒，啊，这种擒拿。啊，它的变手是很多的。如果说这种擒拿，我再变成下一手，变成摔啊，就是我们原来的这种说摔法将结合起来。所以擒拿的时候，它对于摔法，对于打击，它都有这个很先期的这种作用，所以非常重要的。
所以这个变手的擒拿就是与抱臂擒拿啊，右抱臂收手一收下蹲啊，打出去啊。那么这是第一种方法。第二种方法就是我抱臂，对方力量很大，我转了，我不用这个手收了，我转过来用啊，用这边左手，然后下压啊，在这下压的过程中啊，我可以把它摔倒。如果这个对方还是没有，我没有把它擒拿住，那就用了下一手擒拿遮臂推臂啊，要摔起来。那么这个就是他这个擒拿与摔法的转化啊。这个在练习的过程中，我们主要说把擒拿练好，把摔法练好，它相互都有一个互补的作用啊，不是一个孤立存在的东西。所以说抓拿摔叠打，那么这五个是合一的，最后都是为打服务啊。抓拿摔叠是手段，打是最终的目的。顺拳压腕法指的是对方的手法，就是对我攻击的时候，但是手法的握法不一样。我们刚才讲过的这个手是吧，是这种是吧，称为拳腕。那么如果对方是这样抓我呢，那么这个就没法应用。所以这个呢，只是说对方抓住我的手以后啊，我还是用手控制住对方的四肢的烧点，然后向下啊，以我的肘部贴近对方的小臂中部啊，一贴二压是吧，就是在我贴的同时就要进行旋转啊。到这个的时候我可以打出去啊，就可以把它一刀制服，手脚腿都要跟上。那么这个的这种就是说啊，他这样从里侧抓我的时候，我要用下拳啊。如果对方是顺手抓我，那我就要用这种方法，一三摁二压啊，转身下压啊，然后打打击。动作的要点主要是要压住啊，对方要扣死，旋啊，向下压啊，才可以控制住这个对方的手法。这个左右式啊，我们都可以应用。左式啊，这种抓的时候，首先把我的手离我的重心要贴近，第二我要压住对方的指关节啊，第三让对方没有任何察觉的时候，我突然上拳啊啊，而不要手要出去啊。这种上拳你要是这个话，就我们就可有可能你缠拿不住啊。所以回来贴近你放松，我放松以后，对方误认为我没有任何高手是吧，突然上压啊。那么这会儿在上拳的时候，步子要向前挺进，进行打击啊，打出去是吧，要封住对方的腿，然后脚要蹬出去是吧，要踏住对方。抓胸拿腕，这个也是一种腕拿法里的其中一种，就指着如果抓着我的胸部，我这时候要防止对方的左手的打击，所以要侧身背部，同时在背部的时候用右手
靠住对方的手背部，用中指抠住对方的掌心，下靠啊，转身，然后向对方的后脚低头。那么这种擒拿方法是我们在经常遇到的，一扣二扣的时候你要加大力量，加大就是双手用力要扣住，这时候对对方并没有任何造成威胁，所以对方就认为你的扣住的力量再大也没用，我抓你更紧，所以他没有任何的这个，就是对对方没有任何1%的这种造成这种威胁都没有，所以这就是给对方一种麻痹，我只是扣住你，是吧？然后突然发力，向对方的脚尖的这种部位，是吧？用我的头向那去啊，如果这样距离很远，那不行，所以可以上步。下蹲，是吧？这会儿如果你再转身，就把它摔倒，是吧？摔倒以后，不要松开手，是吧？会多一种擒拿。他这个口诀呢，就是啊，一扣二扳三转，是吧？这口诀就是一扣，指的是对方的手过来，这是一扣。二扳啊，三转身啊，往下一转啊，然后摔倒啊。所以这个转身一定要迅速，你在练习这个过程中真的时候一定要迅速猛练，而不让对方察觉，就是所谓说武术里面称为听力，对吧？不让对方发现，所以应用的时候也很快，是吧？一转身就把对方就控制住对方的这个中心，是吧？进行转，而这个我们也可以说，像我们讲这个，就是说，在应用时候啊，我们可以幽默一些，是吧？可以抓你双手扣住啊，然后转身，你说给你行礼啊，对不起啊，在对不起的过程中就把对方摔倒，是吧？所以这个转身要快，一扣一扣二扳啊，对不起啊，对啊，然后你看这一走，这非常容易就把对方摔倒了，对吧？所以在练习的过程中要记住这个口诀，一扣二扳三转，是吧？单腕拿法就比较简单，但是它的技巧性比较高。单腕就指我主动去擒拿，我抓住对方的手，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控制不住对方，而对方并不会造成危险，所以我用我的右手扣住啊对方的手背的位置，中指要扣住对方的小鱼际，用力扣住啊，所谓扳拿，我就是像搬东西一样，我把你搬到这边，是吧？那么这时候我就可以发力了，因为我现在的这种位置对对方没有造成任何威胁，所以对方他不会反抗我，是吧？在这会儿一扳二转啊，我控制住，然后就把它摔倒啊。那么这个关键的这个部位在什么呢？就是在扣住、下压、上扳啊，主要的攻击手法就在右手啊，一压二扳啊，这个动作快一些，下压
啊，这控制住的时候，啊，你便可以到这会儿，就是我们改变手法，用踢啊、打啊、切啊都可以，是吧？主要是要把它控制住重心。那么还有一种方法，这是上班。如果我下班拿，也就是下边是合手，是吧？合手的时候，是吧？同时右手动作是一样的，要在左手上面要加上一个，是吧？旋指的这种手法，啊，这个完全控制住，啊。那么我想让它往回摔倒的话，我是这样啊。就是让它中间肘关节啊要弯曲，然后再进行摔倒啊。你看我的手向下旋以后，这会儿我就可以把手腾出来然后摔倒。还是以这个两种手法啊，一二再就是两种手法合一，是吧？三，肘拿法是利用自己的肘法为主，以手作为辅助的这种拿法。但是这种拿法主要是用这个用缠肘、压肘、内旋、外旋。这是肘法的这种应用。单臂内缠肘是指的对方向我压住我的大臂的时候，我的手进行内缠而把对方控制住。对方推我的手臂的时候，我用内缠肘，手法不动，是吧？一压，啊，就控制住这个对方肘子在大于90度，啊，这会儿下压才能产生效果，啊，单臂内缠肘，是吧？这会儿对方这个胳膊是直的。我必须让人家产生的弯度角度啊，这样才能产生这个擒拿的效果。在这个下压的时候不能偏离自己的重心，是吧？最重要的就是啊顺产。在这个里边的动作要领就是，第一要把手要控制住啊，不管它是从指向外还是指向内侧，是吧？都要一控制住对方的指的稍紧，是吧？然后用肘去压，而不是用啊用手，用肘下压，然后进行击打啊。那么这个在旋转的时候一定要圆啊，做到这个保持自己重心的啊，以腰为轴，以气为轮，气要下沉啊，要偏离，那产生离心力，自己的重心失掉就会站得不稳。所以在应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呢自己重心的下沉，沉肘然后转啊转身。单臂外缠肘是指我的肘向顺时的画圆。那么这种拿法也是在对方啊扶住我的肩部或推我的过程中，或者推我的胸，是吧？我是用肩肘啊向顺时针画圆，同时我的左手一定要按住固定住对方的关节画圆，
在缠刺的时候把对方的肘缠住了，要用你的小鱼际，也就是说前眼的后半部，然后向外赶，这样就把对方呢完全拿死。如果在旋转的过程中还可以用摔啊，手掌向下翻啊，来把它摔倒。那么这个呢，有就是在擒拿还可以加上点穴的动作，是吧？外缠肘啊，啊，缠的时候重心的变化，重心是在右腿，然后呢手伸直变成左腿，是吧？这样呢就把这个对方的这个肘关节完全控制住，是吧？也可以用蹬腿的方法再把对方击出啊。那么如果对方的手松开，是吧，还有缠一样可以把对方的手臂控制住啊，要用这个大臂收把它夹住啊，然后转啊，也可以打击。那么这个就称为外缠肘啊。外缠肘的练习是吧，就是我们要经常做这种肘关啊，这个肩关节的缠绕。外缠肘也可以用点穴的方法来攻击对方。那么这个在点穴的这个过程中，就是要外缠以后由拳变成掌，是吧，来点击对方的天突穴，是吧，将手指伸开，然后进行点击，是吧。那么这会儿的话，是吧，就可以用推和转身将对方摔倒啊。如果是点穴的话，那么我就可以把这手回来以后进行点击啊，这点击以后是吧，啪要摔倒啊，而且要击打。那么这个在应用的时候主要是就是要合一肩肘手三个的配合，加上身法的配合啊，这样才可以做成这个完整作为一体啊，发力要迅速。反折肘拿法是指对方进攻，我用擒拿的方法啊，控制对方的肘部啊，即称为也是肘的一种拿法。是当对方向我击来的时候，我以手相接，接手的方法，然后用肘控制住对方的肘关节啊，向外旋啊。这种方法就是对方打过来啊，我用红脚手相接，以右手内肘对住对方肘关节的外侧，同时使对方的手啊向下，控制住它，以我的肘向上抬，而把对方的肘掀起，手向下，肘抬起，起到一个杠杆的作用。那么这个在时候也是要注意一个控制对方角度，对方的肘的角度一定要大于90度，如果小于90度就有可能失败，大于90度啊，我的力量就非常可以施展出来。那么这时候就是主要的力点在肘，手要控制住，而且对方的手要向外展啊，这即称为反折肘拿法。那么两个手的应用是一样的，就是对方向摆拳打来，你就可以啊，以手
接击对方的腕部，是吧？控制这个角度不可以小，拉伸，是吧？那么这手可以摔他，是吧？这手也可以打，摔的时候，是吧？要转身，先走，要发力，发力要清脆。这个在练习的过程中要注意，容易造成这个肩关节的脱臼，所以在用力啊要适度，转身啊，要摔倒对方的时候一定要把手松开，才能保证这个安全。所以练习左右式，是吧？就主要是对于摆拳的应用，是吧？啊，那这会儿的话，你不要再用力了，你再用力掰这个关节就要脱臼了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手向外展，啊，这个手左手切入对方的颈部，然后呢，你把手松开，一推他的肩就可以了，啊。擒拿与摔法的相结合。追拿，所谓追拿，就是在对方回手的时候，我的手要跟过去，就即称为追。啊，就是对方以拳向我面部击来，我在锁住对方腕的时候，对方为了脱开，他要向回去。那我就随他顺势而去，称为追拿，啊，一追上，直接就把他向下画弧，摔倒，啊，那么这种拿法，如果说不摔倒的话，只是击来，啊，也只是向下，啊，但是这种东西你不能完全控制住，啊，如果对方转身。啊，那这会儿我就要改变了，啊，对，我就要改变这个方法，所以在追拿的应用当中，一定要迅速，啪，啊，要把对方摔出去，是吧？就是一定，他打过来的手顺势向回推肩，不要往高去，是吧？这个左手的配手要向下压，啊。向下压转，是吧？那么这种，然后如果你对方向回抽动，他的重心向后移的时候，要顺势而去。如果要是进行打击的话呢，是吧？就是可以用踢法，也可以用摔法，啊，直接向前推。在他要往身子倾斜的时候，马上转身，一推，二转。所以这是改变了他的力的方向，啊，这就是也是说太极拳，它这个特点就是你一动作都要是弧线，啊，你直线就容易被对方察觉，也容易被对方控制，所以在摔和擒拿的过程中，一定要注意这个它的路线，啊，要飞圆即弧。追拿外旋法是指的在追拿的过程中突然改变方向，它一种外旋，是吧？我改变了方向，我帮对方在察觉我的这个进路的时候，我突然改变，是吧？而控制住对方的手，啊，如对方一头向我这击，向回追的时候，是吧？追拿我突然改变方向，为很小的弧度向外旋，啊，就变成了啊外旋，啊，外旋的时候要注意一个关键性的问题，一个是要把左手握住对方的肘关节，第二就是一定要把拇指要锁住对方的腕关节，同时在一追二扳，啊，这个在扳的时候，要是一个杠杆力，
就是握住手的部位向下，肘的部位要向起抬，同时还要下压，所以三个力量合一的啊，三个劲儿啊，一二三啊，要把对方压住啊，这有压住的时候要注意对方手的攻击，是吧？所以就要用肘法把对方击出，是吧？这个肘啊，要直接的用手把它击出去，是吧？所以叫一追，二搬，三压，四是击，用跳，用肘击都可以。所以用这种方法，主要是要是改变对方的进路啊，而控制对方进路，使对方摸不到你的手法的变化，才很容易的把对方摔倒。在旋转啊，就比如说，他的重心呢向后的时候，他肯定这个脚他要向后去保持重心，但是一旋转的话，在他向后，突然他的脚就过不来了，是吧？这就是点的变化，就所以说在力学上称为点的这种变化，改变他的力点，是吧？而使对方擒拿住，或者是摔倒。双抱肘那拳拿，是指着对方在进攻我的时候，他的双手是吧，推在我的是内肘的部位，我以内肘拳法而使对方控制住，对方使之跌倒。对方在推我的时候，那我要以肘先首先向里合，迅速合，然后向内旋啊，然后再打击出去，你这两个手是腾出来的，是吧？用七打也可以，是吧？所以肘的内旋是吧，也可以单用打击啊，两都可以用啊。所以双肘内合称为向下啊，然后再把对方推出去，是吧？那么这个呢，在练的时候，它分成两种方法。第一种方法就是说，我不让对方察觉我的进路，就是他的手摁住我的时候，我以我身体，我手掌不变，即所谓说在太极拳的二路当中的应用手法啊，我身体贴进去，是吧？我的插的手位置并不变，然后进行擒拿。第二种方法就是他摁我上臂，那我就主动的上去擒拿啊，是吧？这所谓是一路的手法的应用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再说就看对方摁我的部位是在什么地方，是吧？那么你按我的部位来决定你自己的手法，那关键的目的就是内肘相合，一定要紧紧的夹住对方的指关节，然后内旋再击出啊。那么这个可以单独的应用啊，可以双开应用啊，都可以啊。所以关键就是在于以身找手，还是以手找身，这两种练法啊，同时呢都要把它练得非常的很自如的，在练习的过程中两手同时练，或者练单手的，把单手练好了以后再进行双手的练习，是吧？那么双手为双合力向下沉，也称为内收劲啊，所以在这个内收劲和外放劲的啊，所以一收一放啊，即所谓一收一放嘛，啊，或者一哼一哈的，那就是要定胜负啊，因为你收是我们要用啊这个内收，放是要说哈子
所以这个呢是以在练拳的过程当中都要注意这些的，才能更好的去应用它。抓指推肘的，那么这种拿法是属于指拿法与肘拿法的相结合啊，就是对方如果以掌向我击来，我以手啊抓住指根的部位，然后用左手推拿啊对方的肘部，同时下拳，就下拳啊，就可以把对方这个失去对重心的控制而立即跌倒，是吧？那么这个左右手是都可以用的，是吧？要合手就要注意，这是一个合手下拳，你这个手的下拳与这个两手啊一定要相合啊，这种合劲啊，并不是都是开的这样啊，相合的劲啊。如果这会儿再摔的话非常简单啊，还得一扳肘，你看再推就可以把它摔倒，是吧？那么这个也有一定的危险，你如果你速度快了就有可能把对方的肩部会脱节，所以这一定要注意，在练习时候要在摔倒变化这个过程中啊，就是擒拿变成摔法的过程中力度要小一些，速度要放慢一些，要保证对方的安全。抱肘拿法是抱对方的肘而不是自己的肘，是吧？抱肘一是从后边，它也是肘法与腕子相结合的活法，就是当对方你拳向我击来，我以我的左手内肘部贴近对方的肘的外侧，同时左右手脚握，用左手握住对方的收节，也就是他的指的收节，然后活力就是我用我的这肘和我的手手肘相合啊，那么这种就可以控制住对方，然后进行旋转啊，旋转再可以把对方摔倒，是吧？左右旋转都是可以的，是吧？那么这个就是我在应用的过程中左右啊，你看这个肘我挂在这，是吧？然后旋转啊，那么这个主要的是要把这个你的右手要顶住他的这个肘的外侧啊，那么这个部位啊，这个不可以靠上，如果你的部位靠上的话啊，就可能失败了啊，对对方可以走，所以这个一定要在他的肘尖的部位，是吧？还可以啊应用啊。那么这个在这个手法比较简单也比较实用，就是说我们俩在同时啊说在擒走的过程中顺势走啊，那么我可以直接你看啪就把他对方摔倒，就是擒拿啊。严守拿法，据说这个陈氏太极拳里边有一个叫严守攻锤啊，那么这个严守拿法，严守是指着对方手向我头部击来，我以手是吧两手的内侧啊称为眼，相错称为眼，如果你两手相对称为关，那么两手相错称为眼啊，在这个严守的过程中是吧，一个手要控制住对方的腕部，一个手主攻手是控制的对方的肘关节，是吧？拿他的肘，然后手向外推，向下旋，
哈。啊，那么这个就称为严守，哈。啊，严守的时候手一定要旋转，啊，来推，旋，啊，才能把对方控制住，啊，就让他这个肘子是，让他的肘往里旋，是吧？这个位置是往外推，外旋啊，这一推，你看，再往下沉，向下画弧，所以这称为严守，啊。所以在练习的时候，左右是一样的，啊，两手错开两余迹，在一条线上，不要分开，啊，分开太远，你的力的就是不，我会说，我们经常讲就是说，力不整，是吧？主要是它应该在一条线上，啊，一条线上，啊，然后一条线上的旋转，啊，就是通过旋转来控制对方的肘关节，啊。这个要经常的练习，啊，不要自己的重心靠前，要保持自己重心的稳定，啊，向下，啊，还可以。肘腕合拿法是利用它的肘、压肘和旋腕两个，那么这个是在太极拳里边呢，啊，应用的相当多。我们在练习的过程中也是手法也非常的多，所以在实际的应用当中，就是对方的手推过来以后，我用这个手啊，这种掌啊，手握住对方的指稍紧，然后呢，是吧，啊，顺时针画圆，而左手是逆时针画圆，啊，那么这个就像我举个例子，就像我们拧毛巾一样，啊，啊，你这个一个正一个反，才能控制住对方他的腕，一肘我把你抬起来，把他的力点控制住，啊，主要的力是在肘，所以叫肘打法啊。一握，二旋，啊，所以这个到时候，然后一推，啊，再把它摔出去，啊，啊，这种擒拿方法也是我们要经常用的手法，是吧？但是要注意，你一定要抓住对方的稍点，啊，一，啊，二，呼气，下沉。那么这个肘一定要控制住这儿，是吧？那么你比如说变手的话，啊，那么这个擒拿再过来，啊，这是击打，是吧？那么这样就可以击对方的胸部，是吧？和腹部都可以。同时击打的时候，是吧？同时手外翻，啊，就可以把对方击出去，啊。那么这个在练习的过程中要注意安全啊，还是要击打对方的滑盖穴或者心窝的时候，一定要要轻一点，是吧？比如说到就可以走到点到为止，不可以去在实际练成当中呢去应用啊，因为造成的伤害是很大的。拿肘推头，那么这种方法是属于一种大的手法，是吧？那么在这个擒拿对方的肘法的时候，是吧？内缠，成为内缠肘，是吧？然后把反切，但是我们在应用的时候不要去切，只是一推而上胯，窝头，是吧？这样擒拿。然后你转身就把它摔倒了，是吧？那么这时候就说了，你比如遇到抢劫的情况下，你就可以战胜他，把你的自己所的财物可以要回来，啊，把对方制服是可以了，但是不要有过激的行为，啊，因为这拨头是比较危险的。我们在应用的时候，是吧？就是在对方出手，是吧？拿肘的情况下，外弹，
弹走，然后是吧，变成推，就是掌，它的肘的内侧内关节，手，但是按住就可以了。我不让你抬起来，然后你的步伐要迈上去，咔，啊，你上一步，你看，叭一背一背一掰，你可以有可能把胫骨掰坏。所以这个呢，咱们就不要去太过，只是说我们在应用的时候，就是一做了哈哈，这是可以了。你向下压，你看这是可以的，是吧？然后把它翻过去，啊，再摔，啊，因为你的胯部的力量是非常大的，对他的脖子颈部，他的承受能力是非常小的，所以在应用的时候，啪，啊，所以这一收，啪，一发力。这个的胯部的发力和肘同时的啊，那么这样呢，摔的虽然很脆，但是危险性就非常大了啊，所以要注意安全，还是安全要放在第一位。